这个是2013年外木山的现场，现在有很多人，有长官在致辞，这边是很多这个摊位，这个是它的入口。人都已经在了，好，帮我拿着，我要去入境了。现在是王浩奇宝宝，浩奇宝宝要下水了，到时候呢？这是今年的帽子，今年有哨子，还有这个晶片，这个晶片呢下到水里面掉了的话，它就可以用晶片来定位到然后这个是我的，手机我的谱戴在手上的。听说呢，今年会有水母。这是我的图。会下水，它八点下水，到九点。到这游泳就这样游。然后呢，因为有水母，所以我也穿了袜子，怕到时候呢，怕到时候被水母蛰了。那到时候可以戴这个面罩，戴面罩，免得被水母蛰，也是防晒。现在还没有开始，刚刚已经做过操了，刚刚没有好好做操，要小心一点。好，就是这样。现在上面在做这个我长官在那边致辞，所以我就给自己做一个这个特写。这个浩奇宝宝2013年的还有下水前夕。今天呢在水里面，因为没有水里的照相机，防水照相机，所以水里面没有办法照。OK， 就这样了。谢谢。谢谢啦。三分多人这么多，可以看到有这么多人。好，就是这次的洗手间非常干净，非常香，里面还有冷气，我刚刚去上过。这么多，好 ，OK 了，拿下来。